林小姐，你莫一直甲我看啦，我紧张着手拢流汗啦。有啥物代志，你紧讲好无？我之前伫咧世界百货做代理总经理的时阵，我阁掠准讲你是一个超正经的人，想袂到英雄救美这招，竟然是你想出来，真正是人不可貌相。啊，就剃头去想办法解决问题，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啊。也无受伤啦吼。后来哦，我的腰就闪着啊，搁去推拿两三届啦。啊！是安怎？迄当初你不甲我讲啊？甲你讲嘛无啥物路用啊。啊！四贤阿爸，你放心，即届哦，我会付你薪水，啊，搁会替你保保险。安那？即届？嘿啊！嘿啊，我是要搁用一届英雄救美这招，啊，甲丽文姐，啊，搁信宏欧巴，上着滴。丽文甲信宏。嘿啊，即卖因两个人拢是单身哦，啊，而且这两个人拢是好人，好人，善良的人，拢是值得幸福的人，你讲对不？阿哥，我腰的伤还袂好啦，而且即卖丽文嘛来公司斗三工。那是气候会发现哦，安尼我就歹做人了。哦，好啦，那呢我了解啊，薪水加倍。放心啦，丽文姐拄治疗完无偌久，伊即马身体足虚的啊，你家需要做做样子。哇，安尼就好。而且我甲欧巴吼，一定要伫边啊，甲你保护。你若是真正拄着危险，放心，我一定会甲你救的。OK。啦，莫伫遐拖拖刷刷啦。嗯，你到底在丢做啥？你到底在？你安尼做吼，是做好代志呢。好代志呢。嗯。哎呀，好啦好啦。哦，哈哈哈！来，那呢，听我指令哦。我有甲丽文姐约好，要去看小豆豆的儿童安全座椅，所以一旦呢，会为那边过来。OK。啊，够啦，你得有甲我讲，即摆信宏先办代志啊。小等一下，伊会从遐过来。嗯。而且，进前你套战服哦，我嘛替你准备好啊。所以，我倒徛一只等就好啊。忘掉。要过此路，要想买路财。你是没钱吃饭哦？莫做歹代志，我直接付你钱，哈！你跟小明安尼走，我要叫人啊！救命啊！救人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放手！放手！死人，奈无看人，伫遐离开啊！怎么没安呐？我们家出个现行犯，你走未去啊？哎，小兰姐，别吓留人，别激动，别激动了。我是咧拍戏，
舞台剧，罗密欧朱丽叶，伊是罗密欧，拢是假，拢是假，歹势歹势，真正是熟悉的，是。白哦，白是我先讲，老师，我白先啊，老妹妹，英英，我唔是，草莓蛋糕，我知道，英英，哇哇，那家娘独好几家独做的啊，丽文姐，哇，好巧啊，世贤。我容易吗？我恁三个人跟我一个解释。辛苦啊，拍摄啦，我唔知代志哦，变干呢？算算去啊，可能是我顶世人哦，欠恁张卡甲错卡。哎，话唔通你讲啊，你的薪水我会双倍转给你。唔免啦，代志无办好，我嘛唔敢提，而且我嘛无爱。你当看到伊哦，变回以前迄个温柔善良的丽雯，已经就有价值。拍摄啦，我甲因哦，搁找时间请食牛排啦，哈。好啦，辛苦啊。哎，谢丽啊。恁两个人啊。那有这种想法，那会想要把我阿哥的信封送作对？啊对，我看你就要紧信封欧巴呀，是的啦，丽雯姐是我家己大舅大爷。我嘛同款要紧哩，我要紧我身躯边所有的人。你唔过我甲恁讲过，我甲信封只是朋友啊。啊，唔过我找人的第六感甲我讲。幸好我爸在你的心目中，不能只是朋友。丽雯啊，我甲伊哦，只是想要替你找一个善良的人，不离你身躯边，买单好好照顾你。丽雯姐，是的啦，我嘛是希望你会当得到幸福啊。我是感觉你会当搁想看卖啦。那是真正有介意，就不要错过呢。我甲阿爸拢支持你，追求你家己的幸福，好。啊，而且小太阳嘛，一直希望家己的妈妈会当找到真爱啊。啊，别急着回答我，聆听你内心的声音，我相信你就有答案。